我真服了，我靠，这还掰我刀，我妈想自刀一下都不行，那我怎么跳？那我不跳了，我在井下，我不玩了，我就在井下待着，真他妈逗我了，我直接不上井了，生气了，我要自刀都不让我自刀，那我不跳了，爱天谁跳，怂亮狼局了！呗，打怂狼局嘛，不就是。现在开始警长竞选，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我直接手。不跳，我直接不跳，生气，生气。好吗？这局上级人挺多的，讲道理，我过了。这不然上盘后，女请巫下这张一号玩家。你要是给我上票，我就保你一下，好吧？因为四号玩家我没有听到发言，就已经过麦了，所以没有办法评价四号玩家他有可能是好人还是狼人。我第一天就开了这个十二，然后我属于前置位，我没有听到大家的发言，我就兑换一。如果你的底牌是好人，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平票 PK 的机会。那如果你是狼人，我希望你没在勾乎，我一下。然后我前缀发言就过了吧。那十二张狼人牌没上警，警上还有一张狼人牌，就先这样了吧。然后退水吃羊吃毒，我就过了。什么玩意儿？警徽流也不丢，扎身份的吧？我又不是狼，我底牌狙击猎人。玩家，五号玩家是给十二丢了个查杀吗？我听了半天没有听懂你的意思。聊聊你的心路历程啊，为什么摸十二呀？这五号玩家不像个预言家啊，四号玩家不清楚，听不出来，再听一轮。我上井来就是接身份定义来了。六号牌这个位置都喜欢给边角位丢查杀丢金水嘛，上来就是接身份定义来了。还有个其他的想聊的，就是六号玩家是一张好人牌，我甭管你预言家还是悍跳狼，管好自己啊！我呢就比较自律，管好自己。我先表水，我是一张好人牌，谁都不认识啊！你们只要能认下我，你们盘狼坑也好，盘好人坑也好，把六号玩家能摘出来。就可以了，那这局游戏的赢面就90%了，啊，其他就没了。你这个五不像，过了。十二金水啊，就第一天翻的这个十二号牌，是张好人牌，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啊，就边角位跟边角位。那这个五号牌他给十二号牌发的什么建议，我没听清楚啊。就后置给我重复一下，好吧？他是给十二发金水还是发什么？就我是真的没听到，他的发言我都没怎么仔细看啊，就没什么其他多的去聊，就因为狼人牌的发言没怎么仔细听，但我只能在高相当于是高置位的，因为这个四号牌，他也跟这个六号牌一样，都聊不出什么东西，但这六号牌他起码他聊了，这五号牌就是，不怎么像。那我也不想去打这个六号牌，就什么围狼什么的。那边角我还有一张一号牌，就按理说啊，我的警徽流肯定是必定压的一个一号牌的，就因为六号牌他攻击了一手这个五号牌，他五号牌是张狼人牌，是我的，我觉得六号牌这先是去想我，一盘这够不够假都是我强，的，边角位，是我的呢。他就只能去压你这个一，我不想说边角位就一定是铲狼的，所以说我压你一，给你一号牌一个容忍昨天我直播玩搁哪儿这是了？我觉得我预言家牌该做的。那8、9、10、11，还有这个二号牌、三号牌都没听到发言，那我再听一下好吧。我兑换你十二号牌，就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给我支撑一票，好吧？就是一号牌呢，如果说你觉得我是个预言家牌，哎，我现在已经给到你容忍度了，你觉得我是个预言家牌，你把这个票上给我。如果说你觉得我不是，啊，你给这个狼人牌来一轮平票 PK 也可以，我更倾向于平票。因为这五号牌狼人牌在高置位，也没点延时卡，也没暴露什么视角。我想听到狼人牌就报一些视角，就聊一些外置位的牌的发言，然后我根据他的发言去判断那外置位是狼是好人，好吧？
就互相都给一点容忍度，就其他的没什么了。我井上目前为止我牛不出井回流，这六号牌就聊这个五号牌哪里不像，我也没听出来他聊什么，反正我不铁保这个六号牌不留井回流，不想盘勾，我考虑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啊。还有这个八号牌，我第一天没翻你啊，我拿到预言家牌呢，我基本上是很少验下注位的，所以说不希望你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没翻下注位对你站边有他留不出警徽流是什么意思啊？其他的没了，那我就井下再聊，或者说在平票。但是他留了呀、啊、你一听出来我是个玉，希望对啊，那他不是纯纯的矛盾吗？还是说他留不出第二警徽流？我这不打影响我站边，这个东西不站边，就觉得你这个发言不像，因为五给十二发查杀大家都听见了，他发言就是短，你作为一个预言家你会听不到十二吗？而且对于你说五给十二发一个什么身份定义我也不知道，那你要是真预言家是金水，他大概率发的也不会是查杀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聊的让我反馈的东西不是很好，但我听后置位要是有起跳预言家再说，要如果是五跟七比较一下那就没法站边这个五了，跟这个五也没发展，就咱不是说谁发言能力不行，就你点张加持卡我都不一定能信你，你也不一定能有那个能力让好人信你，然后你还那样手之位一个嘟噜的没了啊，一你要是狼你就勾我，你好人你给我上一票，你那个发言咋勾你啊？你得让一能勾你，就是有勾你的那个资本嘛，不对，然后这个七的发言听着也就那么回事，说嘛五就像个炸身份的嘛，他拿不起个预言家也不像是让狼，就这么说呗。这个七的发言，我一开始以为五号牌给的是十查杀，然后听了你七八发言之后才发现是给十二这个查杀，然后我觉得其实挺像海涛的，五号牌挺像炸身份，听着是这样的。五号牌像炸身份的原因没那么像预言家的原因是因为五号牌上法不是匹配到了吗？你不是知道十二是谁吗？没太觉得你是预言家能够去给十二号玩家去吃这一宴，十二底牌是啥我不知道，就觉得你不太像。然后七号玩家发言不太像的原因是，我觉得好像蛮快就给五号玩家试成了对跳对手的。我觉得像八这种想法就比较正常。五那发言叮哐啷的也不长，然后呢，那个还特意补了一句很做作的话，叫什么退水吃香之毒。啊，非常具有年代特色的一句发言，所以我当时觉得七也不太像。听听后面还没有对跳的吧，如果没有的话，请下再去看看五七的反馈在这儿。我第一天我就直接站边了，好吧，我直接说了，五七对跳，我信这张五。但凡后置位这个五形成一张炸身份底牌的一张牌，那我大概率会信后置位那张跳的牌。好吧，我不像你八九这么犹豫，觉得这个七不像，五七对跳，我信这张五，七号信五，五七对跳，他信五。号玩家后五号玩家形成一张炸身份底牌，我信后这位跳的，好的，我发言结束了，这个七号玩家的炸到哪里去，我也不想去说太多。不占七。查杀退水吃香吃毒吃一切，啊！我这边只能说，已知五号给十二发查杀，不知道他是怎么发查杀，只能盘他炸号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七号给十二发的是金水，七号退不了水，啊！七号的后退路也封死了，啊！十一号预言家，十二号翻牌查杀，一号，我希望你把你票直接上给我十一号，好吧？我需要一轮平票 PK 的机会，好吧？虽然说七的发言我承认他比我好，我发言比较差，那没办法啊，点个延时卡啊再聊一下啊。那已知五号炸身份，七号是我一个对跳悍跳的狼人牌啊，狼人牌，那就七十二两张狼人牌，已知一个预言家已经找出来两匹狼，两匹狼的话，外置位再找两匹狼，按左两狼右两狼的格局，左边两头狼，右边两头狼，那已知五号直接退水了，那五号站为一个好，因为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验到他，我不知道他，我可以打他第一个警徽流，啊，可以留他一个警徽流，啊，左两个右两个格局，八九十，我这边听感为好，为好的话，那已知七跟十二开两狼，右边两匹狼，那左边再开两匹狼，那个四五六，就五号炸个身份，嗯，那我验谁？我应该验这个。二号牌，二三没有听到发言，六号牌吧，我把六号牌验了，六号牌不是说求验的一张牌吗？我把六号牌给他验了，一号，我希望你把票上给我，因为十二是查杀狼啊，查杀狼，翻牌查杀啊，翻牌查杀，退解四张试图一试一切啊，十一为预言家，然后二三没有听到发言，我也不好判断啊，按道理说，左两轮右两轮格局，左边两头狼，右边两头狼。那五号的身份暂时排除嘛，那四号也没有动图，六号也没有动图，那只能听二三聊，二三里面聊啊。如果一号你把票上给我十一号，我就不会验你。如果你把票上给七号，那我是我一验。我希望是票平对票平配平票 PK。虽然说我发言不好，你可以。找七号的漏点，好吧，我十一号发言不好，你们就找七号的漏点，找他的爆点。十一给五补跳啊，什么意思？哦，你们前位点评一张七，点评一张五，你们要站张五号玩家的边，但我和你们的视角不一样，我想站张七的边。一点一点去找嘛，为什么？五号玩家这个位置告诉你，十二底牌为一张杀，七在这个位置给十二甩张金，那十二在这个位置不上金，且我认为十二在这个位置不上金，底牌为张狼是一定具有高配特别强的发言能力的，也没有很强吧，兄弟，我也没有。那七在这个位置，他可以给外置位身份的定义，可以给你张八号，我有什么反应？上一张牌身份的定义不够，是吗？那七在这个位置骗一下你这个八不就可以了吗？十二在这个位置该怎么标水就怎么去标水呗，是吗？那你们警前是不是要站边这个五？我觉得七是个狼，跟这个十二去共边的那一点就不怎么太会去成立，知道吗？七没有必要去这个位置去硬保一张十二号玩家，把自己打一张焦点位，强行改变一下龙次，是吗？那十一在这个位置告诉你十二底配为张杀。那我不太想去盘极限逻辑这张五号玩家底牌为匪，那十一在这个位置告诉你十二底牌为张杀的情况下，这张五号玩家就得先放一放吧，因为盘不了极限逻辑，这张五号玩家在我视角里应该是张好人，那十一号玩家在干什么，是吗？他们没有必要这个位置告诉你十二号玩家为第一天的杀，那七前日位已经告诉你十二为张金，那五这个位置放手了，十一底牌为狼。这个位置可以给十二甩张金水，是吗？那除非十一的发言能力不好，强行把自己转为一张龙次，打为十一十二的龙次。那我觉得一张狼，第一天的视角不一定是先干预言家嘛，因为他干走了预言家，这游戏他有可能会去赢。那他凭什么去转换一下这个龙次呢？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哎呦，吓我一跳！十一的预言家面，我觉得十一聊的是不好，但是十一。他给十二甩查杀，十一的预言家面就起来了。啊！十是我井上听的最爆匪一张牌，就是怎么盘呢？他那是啥？就是因为十一起跳了，就是十一在十号玩家没有听到十一玩家。怎么有十一又有面了？你是高配个屁呀！这张五，这张七出局，那就客气。我觉得十号玩家底牌为水，是不是打得太悍了？但十一起跳给十二甩查杀，我觉得十一。下了啊？怎么要下十二了？啊！你站起来点个延时卡，告诉我说你想站边这张七。你盘着盘着又告诉我说这张十一号玩家有预言家面，十一号玩家的预言家面又起来了。你到底想要干嘛呀？我听八九里有狼，我站边这张十一号玩家。你听十一的发言，我是听不出来他底牌一定是张预言家牌的。
我听不出来这张十一号玩家，我要是站边十一，我只能盘反逻辑，因为五号玩家起身是炸身份的，你去打十号玩家、二号玩家，我觉得你不好，因为十号玩家我认为是好人，他井上的发言是这样的：五号如果放手，我站边后置位的；五号玩家如果不放手，我就站边五。他是铁不信这张七号牌的，所以我认为七号、十号玩家是那张好人牌。你二号玩家去打这张十号牌，我觉得你不好。二号牌，八九井上的发言，因为五号那个发言，我是盘我是五号的那个发言，我是认不了他是张预言家牌的。要么是炸身份的好人，要么是做身份的狼人。预言家牌我肯定是认不了。然后这个为什么站边这个十一啊？我觉得十一出来给十二甩一张查杀牌，没有什么收益点，因为七号玩家前阵已经给十二甩了一张金水了。十一号玩家如果作为一张悍跳狼的话，他最大的收益点是应该给这个十二发一张双金水来提高他，因为发言他本身就差嘛。你单边十一的发言很不好，那么提高他十一号预言家面，他必然得做出一张，就是说。提高他自己预言面，给这个十二井下发一个双金水啊，不好吗？非要给这个十二井下甩一张查杀牌，所以我觉得这个十一更像一张预言家牌。我盘的是反逻辑，我盘正逻辑，我可站不了这个十一号玩家边。那你站到底站谁呀？怎么这些人他妈发言都这样啊？所以我就不想去盘着八九谁是那张匪，而且我站边十一，我也不想给这个十一拉太多的仇恨。六号我没有听出来，但我听你二不好，没了。我认为你一号玩家如果底牌是好人，最起码支撑十一来一轮平票 PK， 对吧？因为十二接的是查杀，把大票型拉出来。过了。这三张不占七，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二三是狼，没在这屋，没在这屋，这边都涨了。手表能搜着吗？手表搜的是我的呢。十一号是预言家，十号翻牌查杀，然后呢还聊聊什么？我希望好人上票给我。虽然你们如果说听我发言不行，你们说我发言不好，那没关系。你们仔细听七号这家悍跳狼的发言，你们找他的漏洞，好啊，我的漏洞是漏洞百出啊，你们就找七号的发言漏洞就行了啊。我的漏洞。谢谢车的爱的转圈圈，谢谢。好啊，那我没办法了，对吧？然后呢？我这边三号帮我发言，三号我直接认为一个好，我不会去验他，啊，他如果但凡变票我再去验他，好吧，我就想把这边角位六号验了，因为你不是说你有发言能力，你能带队吗？那我就把你开了，啊，那我警徽流我还是压张六号牌，因为十号是翻牌查杀嘛，一号给我上票我也不去验他，啊。你能一号能把票上给我，有个平票 PK 机会，我就认为你一号是个好，啊，第一警徽流就验这个六，啊，我只能验六。先重复啊，底牌一张玉，十二是个杀，啊，没有关系啊，就咱们一点一点牌。好吧，我警徽流开这个三号牌，这一号牌呢我就看他票型，好吧，这五号牌炸身份的我觉得应该是张好人牌啊，因为我没听到五号牌给十二发了个杀啊，你们后置位告诉我这五号牌给十二丢了个杀，就你三号牌为什么我开你这个三号牌，首先我认二是个好人牌，因为二打了这个十号牌，虽然他要去站边这张十一，但我觉得他可能是站错边的一张好人牌，就十号牌他告诉你啊，五号牌炸身份放手了，那我可能就会站后置位的偏后置位的边，
如果说这个七号牌，反正他就铁不信我这个七，但是他聊了为什么吗？他没有聊为什么，就这种类似的发言，我觉得是遭到攻击是很正常的。你三号牌全部聊了一个反逻辑，你认这张十，包括你认这张十，你也是聊了一个反逻辑。你觉得狼人牌不应该这么去打，对吧？我盘的没有错吧？我分析你的心理应该是没有错的啊。就他三号牌，他攻击这张二号牌，那二号牌打这张十用的是个正逻辑，你用反逻辑，你就不能去攻击这个二号牌。那咱们再按照你的反逻辑，我感觉我只有贴脸才能成立为双狼，继续活在场上了。你们都觉得这五号牌是个炸身份的，还是干嘛？我要贴脸了，准备。那十二号牌是我的狼同伴，首先我大概率可能不会就给自己队友发金水，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们盘这个五号牌是个炸身份的，那五号牌等会儿放手了，那后主还能去给这个十二牌发到身份定义，那我的狼同伴接到杀牌，我这个金水牌不白发了吗？对吧？那七十能做成双狼吗？就不管从格局从各方面来讲，七十也做不成双狼呀。你们只会盘这张十一的反逻辑，为什么不能盘一盘我七的反逻辑呢？我也不跟你们去盘那些东西。你们如果说坚持这样去打，我只能给你们头上标狼。就包括这个十，我给他的定义是不能定义为铁狼，不能定义为铁好，因为他的站边是反骨站边，他不相信我这张七的，他是没理由的。所以说我要听到这张十聊到理由啊。就目前为止，他如果是继续这样去打啊，我就给他头上标一张狼，十十一双狼，就冲锋狼，我不会给他标一张好。那五标一张好人牌，我警徽流开一手三，我觉得二偏好，一号牌看个票，四六我再听一波发言啊。第二张警徽流可能打不出来，谢谢七的保时捷，谢谢八九，你们再听一张，因为八九里面说我七号牌不像，也没撩出个实际的点，请我就想说一下，十一号牌他告诉你们了啊，你们外注的牌，哎，就什么，他有漏洞。谢谢 scenario 的保时捷，谢谢。那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你们我认可十一的发言，你来就来找我的漏洞，你找出来，请你一定告诉我，你不要就不告诉我，啊，我反驳不了你们，你们是个好人牌，我也拉不了你们回头，好吧？就开手三，我觉得二偏好，五是个好人牌。我觉得我底牌平民啊，我就直接给身份了。然后我觉得场上十号是好人，因为井上五号首先给十二发的查杀，但是五号连警徽流都没留啊，所以还有人去站边五号，我当时也没太理解。然后十号当时他说他如果五号去，他说五号如果不退水不是炸身份的，他就会站边五，然后说后面还有人跳的话，他就会站边后面的。言外之意，十号就说他不信七嘛，不信七。然后这个时候，十一号其实在我看来是给五号补跳的啊，所以我觉得五十一是双狼啊。然后那十号就是那个外置位的好人哦。看这个票型，我今天应该是要出局了。然后二三里面，其实我觉得二三发言其实有点像啊，九号应该是狼，九号是狼的点，就是因为上票，他上了匪票，他就一定是狼了。五九十一吧。那对于三号是不是狼，我觉得七号去定吧。其他的我先这位发言也说不了什么了。井上其实你像你们那个发言我就没法定义，你比如说像三号他说他盘正逻辑反逻辑，那正反逻辑他就信反逻辑，他不信正逻辑，那说白了就是不讲道理嘛，不讲道理那也没办法，那只能靠好人需要自己去站边。然后但我能一定给出好人就是因为十号，因为十号这个发言出来之后，十一号才能继续给我十二号发查杀，然后为五补跳。那我大概是这么想的。井上我听井上发言，我当时好像是
六号吧，因为我现在太久了忘记了，我觉得六号好像还可以。九号那反正就是五九十一吧，啊，这三个位置，剩下的没了。至于你们说，而且你们说七号翻不好，我觉得起码给个理由吧。你像十号他井上就那么笃定说七号一定不是预言家，他也不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七号自己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就对这种事情没有办法评价的。表水就说这么多吧，我平民啊，我过了。走远了怎么办呢？我先对话那个七吧，七号玩家说你们如果不站边我的话，你们要给我说理由，要不然我没法反驳，我就跟你说理由。因为你的逻辑前提假设是假的，你说你们都说五号玩家是一张炸身份的牌，但是在你谢谢车车的小心心炸身份，我们觉得是我们觉得，但你没这么觉得，这是一你撒谎。二是你说你给十二号玩家发金水的力度，你没有料到后面有个人还给十二号玩家再发一个查杀，你当时想的就是打反心态，说哎呀这个有人给十二发查杀，我怎么敢给十二再发个金水呢？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说不知杀出个十一给十二号玩家又发一个查杀。正常来讲肯定是你如果正常你第一个起跳你知道战术是合理的，但无奈的是你是第二个起跳，咱们说这套逻辑全是胡说八道了。咱们再兑换一下十二号玩家，谢谢 Snario 的环球旅说是爆炸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井上我就觉得十号玩家不错，十号玩家说八跟九里面很犹豫，我站边机，谢谢 Snario 的两个环球旅行车。哦，那就是那不站边，哎，他说什么来着？他说他不占七吧，反正我听你保十号玩家好人是因为你觉得十是不占七的，那我觉得你在胡说。然后你打五号玩家是个狼也比较简单，五号玩家已经给你发了查杀了，而且他就是说怎么说呢，咱们就不聊上一把的事，他给你发查杀了反正是有力度在的，他就算随便跳跳也会可能有人为他冲一冲的，为什么轮到十一号玩家为他补跳呢？而且十一号玩家相比五号玩家翻译来讲不是更差吗？他说我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就是我发言就是爆炸，但是听十二会更爆炸，大家去听十二吧。他这个发言他哪来的自信说十二号玩家一定会爆炸呢？那不就是查的你是狼才知道你怎么会爆都会爆炸吗？那别的没什么了呀，那别的没有了，七号玩家打你逻辑听懂了吗？你前提都是假的，好吧？你那个发言，你从来没有认为五号玩家是诈尸粉，是你觉得我们说五号玩家是车轱辘话，我不来回说啊，我就觉得十二号玩家，咱们就是说，一不是小黑吗？没关系啊，我感觉这局我挺开心的。没了呀，那三他可能没有认真听我发言，我说五七对跳，我可能会进这个七。七十一对跳我会信这个十一，知道吗？十二今天这个位置跟你聊五号玩家底牌一定为匪，五十一为两张匪配，那十一作为我井上很认真去盘，因为五七对跳那一刻起那大部分人井上都可能会选择站边这张五的，是吧？那这个位置凭什么十一要作为五的补跳呀？没有必要吧。且你认为保了我一张最像狼这张十号玩家，十号玩家井前瑞他那个发言就像一张开天眼的，他说这张五号玩家放手了他会站边后置位，是吧？那他井前瑞的发言不一定像张开眼牌吗？是不是一定带视角的？那十二保这张五，我就觉得十二保这张十，我就觉得这张十号玩家应该是个好，他一定打五号玩家底牌费，因为十二的视角一定炸了，他一定认为五号玩家一定为前瑞炸身份那张好张牌，你硬打这张五号玩家底牌为狼，那让我非要去盘一张极限逻辑，这张五号玩家有可能是个匪，你五七十二前瑞是做板子，那我其他没了，因为十二今天的发言是实在太像一张狼人牌了。五七十二，那这张五号玩家我要考虑考虑，这张五号玩家听听五号玩家的身份吧，我其他的没了。我认为十二打五的基点不对，且保十的那个基点就等同于认狼，那十号玩家那个发言就干啥了呀？是吗？我没了，我今天站边十一把这个十二抬了吧？十一的发言是不好，但是这个位置
盘出来之后，就是因为不可能去按正逻辑盘，按正逻辑盘这张十一号玩家是一定出局的，十一的发言是一定打不过张七的。但是我想一想，这个反逻辑，十一给你十二甩查杀，那这个十一他预言家面就有，且预言家面就一定起来了。我其他没了，今天先出十二吧，是吗？即使出十二很心疼，但是今天一定先把十二抬了。我没了，过了。一号是JY 呀，就出十二，第一天把他弄走，干死这个十二号。我听十七号玩家，主要是听七井上不太像五号井上那个发言，我又认不下他底牌是张预言家牌。那十一跳，只要他没认狼，我就想信这张十一号是预言家牌。那二号玩家，你为什么能压手呢？七号玩家井上保了你二号牌，你井上通天发言告诉我说你一开始盘了七号预言家面，然后你盘着盘着又说这个十一号给十二甩查杀有预言家面，到最后你的结论是什么？你的结论是十一，我想站边这个十一，你票呢？你为什么压手？你票呢？而且你井上打的十，我听十好人，你打十你就像个狼二号牌，你现在告诉我要出十二，你这样呗。你二号玩家吃眼，你像这四号玩家，四号玩家给这个七号玩家上票，吃眼吗？不吃眼。包括七号井上平票 PK 时候的发言，七号说来摸我这张三号牌，我井上可是铁站边十一的。十号玩家井上的发言是五号不放手，我站边这个五，五号放手，我站边后之类的。这个七号没有聊过这张十，包括十二井下表水，他也把这张十号玩家认下了。他把十号认下，他打了谁？他打了九，他打了五，五九十一三张狼。那七号玩家在他视角里，十号井上打了他，十一作为他是悍跳，十二是反金，我井上打了他，他还来验我三，我去保了十，十号他一点都没有进他视角啊，视角缺失的很厉害，然后就。没了，我出十二啊！我认为你十一把这个二，二号玩家还可以吃咽。这张一号玩家的发言，我听着像个好人。你开两井下开两张狼，你这个井会就必吃不到，你就去开二。那四号就不吃咽了，五号他自己井上扎身问，你听他聊嘛，对吧？我过了八九，我实在是没听出来，我井上就说了八九的发言我没有听出来，我过了。出十二啊！我知道十一第一轮的发言，我给十一是标了个预言家牌的。平票 PK 的时候，我给十一标狼了点，然后给七去上了一票。在他的视角，十二底牌为他的一张查杀牌，七这个位置去跟他悍跳的情况下，他告诉你警徽流去留这个六，知道不？就井上第一轮，这他是平票 PK 告诉你去留了这个六。我井上是听十一底牌像个玉，那十二的表水出来了过后，我一定打飞这张十二号玩家。你 JY 啊？不是啊，你在这个位置告诉我五底牌一定做匪，九底牌做匪，十一是给你丢查杀。但是五底牌跟十一形成共变的情况下，五在这个位置先给你十二去丢了一张查杀牌，十一这个位置是没必要去起跳的一张牌。对吧？你强行把五九十一，那井前之位你认十底牌为好人，八跟九的共，八跟九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四得是狼呀，八号玩家跟九号玩家打错了，打错五了，五是好人。我没分清，那为什么你能点九底牌为狼人，八在这个位置视角消失了？那左之位你也可以去盘了，你听完末之位的发言，二这个位置要去站边这张七，那左之位这张三，是不是就一定给摁死呢？我是盘狼不好找。那你今天这个发言出来了过后，就一定得出局，好吧？我也给你聊了，我上票给这个上票给这个七的，别的我没了。三号玩家，那你觉得二底牌做狼人在这个位置吃一咽，井上去站边了？二号玩家底牌做狼只能打一张怂狼，而井下不会在这个位置告诉你想去出这个十二的，好吗？别的我没了。你七号玩家不是，
你十一号玩家，不用去开这个六了。讲道理啊，因为扔十一底牌是个冤家，十二是发对的一张查杀牌，五在这个位置给十二去六查杀，六底牌做狼人，我觉得六七十二成立为三张狼的板子不像，好吧？别的我没了，我过来。加了，你自己都没有聊得很清楚，你这张牌让十一号自己去决定吧。二号这张牌不好，但是我没有不能完全确定你百分百是张狼人牌。你整上第一句话站边七，点加值卡聊到最后，你去站边十一打飞十二，对吧？那你投票环节你为什么不投票呢？就很奇怪，我觉得你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勾还是要冲，我觉得你这个玩狼的中心思想你没有找到。然后这个一号玩家是个好人，一号玩家我一号玩家聊得不错，挺好的，我已经对一号玩家从黑转路了，你再努努力我就路转粉了，一号玩家。然后三号玩家是一张好人牌，我觉得狼坑应该就是二四七十二八里面外置位都是好人，就是二四这里面不确定他是两张狼人牌还是一张狼人牌，八井上是我听出来有狼面的，九不像。还有之前谁说的来着，七号玩家说我五号这个位置给十二查杀他没听见，他问后置位的说我五号玩家给十二什么身份，那你都听到我都聊到十二了，你没有听到我后面那两个字查杀吗？我觉得且七号玩家景象，对吧？七号玩家景象 PK 环节他是认我五号是好人的，你十二号这个位置去打五九十一，我觉得五九十一这种狼人牌的格局我也不会给你查杀，要么十一就给你金水，我可以给八十或者七查杀，没必要就这样子的，所以你这个逻辑是打不通的。看一下，然后十一号玩家就像四说你没必要验六，这个四号玩家你说你上票给七是因为十一号玩家留六六的警徽流，他留六不是因为说六号玩家说他有带队能力他求验十一才验他的吗？那你边角位置七十二已经出两狼了，你十一肯定不能去奔六号边角位这个去验的，你肯定是二四里面去验呀。谁说二说让我交不交身份什么的，我就七认我是好人，十二打我是狼就没用，我交不交身份那是明天的事不是今天的事，今天就把十二给出了吧，女巫可以把七读了，十一去二四里面开一张，不要去开这个。我应该是要出局了，出局了。七号玩家，我井上我就说这个五不像个预言家，我说五号玩家怎么可能验到十二也不聊个心路历程操作匆匆就过麦了，七号玩家在这个位置他说不保我这个六，我第一天就不盘勾了，我听你话里话外的意思就觉得六号玩家是个狼呗，七号牌。我们把这个十一抬了吧，啊，我还不知道十二号是谁，我还纳闷呢，这个五号玩家就凭什么手这么长给十二丢个杀，那把这个十一抬了吧，十一号玩家你怎么能验我呢，我井上我都不信这个五了，七号玩家都说这个六号玩家可能是个钩子牌了要锤这个六了，那六七一定是不共编的呀，十一号玩家要验我，要验我就把你除了，好吧，过了。怎么就当差不差的，这当差不差的这个发言呢，我觉得该聊了我都聊了啊，至于说一点我的那个点啊，我是站在好人牌的视角上的，但是一说的那个点呢，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我确实我在那位置我肯定认为这张五是悍跳的，但是我站在我因为我盘人的逻辑是站在你们视角去盘的，好吧，我觉得就十二号牌他去保这个五号牌打这个五号牌去保这个十，我觉得那肯定是要出局了，好吧，
就歪哥，你这，我觉得你这仇人挺多的。这五号牌是上把跟你玩过呀，就上来就给你丢叉叉，啊？为什么我，啊，没听到这五号牌的发言呢？我一看这一号牌这头像是个小黑，然后十二号牌我一看是歪哥嘛，我是他的终极粉丝，你知道吗？这怎么也看不出来是小黑呀！我天哪！认听吧，这小白还差不多，小黑过分了。我的容忍度。啊，因为预言家牌这个东西就这样，对吧？要承受住所有的压力，对吧？你看这十号牌就这么打我，啊，我这个反向金他直接去保他。那一号牌就我在那个位置，我底牌是张狼，我说了啊，我站在第三方视角去盘七十二这个共边的，我大概率也不会给我队友去发金水，啊，把他打上焦点位。就这一个点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盘得通的。当然你盘的东西也是挺有道理的，我确实认为这五号牌是跟我悍跳啊，我认为这个五号牌跟这个十一是一定不共边的啊，这个十号牌可能大概率就是个冲锋啊，我不能定义，我聊了这个十号牌的三号牌说我警上没有聊这个十，我明确聊了，但你说我没有聊，我确实没有办法，好吧？为什么我认为五跟这个十一不共边呢？我不管外注怎么样，我能把你们保下来我就把你们保下来，因为这个五号牌他高之位，他给这个十二丢了个杀，十一他跟这个五共边的话，他认为自己的发言不过关，他还能去进行给这个五补跳，我觉得就不大现实，就不大成立。再加上这个十号牌，你说的那个什么十号牌保了，十那个发言出来，十一号牌还去给你的十二发叉叉，这有可以的呀？就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呢？不能根据这个十跟这个十一的关系去把这个十保下来吧？所以说十二这个发言出来，我觉得那肯定就走远了。我觉得这把游戏可能大概率就啊，应该是要输了，好吧？能回头就回头，啊，就能出十一的，我希望就你们觉得我有一点点预言家面，再听一波十一的发言吧。我也不要求你们就跟着我出这个十一，啊，我肯定是要去，我肯定是认为这个二号牌井上偏好的。那这一波发言出来，我觉得他有点像那种旋风的，就那种怎么说呢？啊，让我去盘他好人面，然后再打我的那种，一张狼人牌，好吧？二三我分不清是双狼还是说这二铁狼，好吧？我要走了呀，兄弟们，我要出局了，这盘。盘龙坑啊，二哪是旋风你啊？二说站边十一的边，谁说？三还是五说站十一的边？他没投票啊。前二之前起来点张加持卡盘五七信七，然后七十一信十一，然后盘什么七给八，不骗骗这个吧？我骗我干啥？我要是张狼呢？开眼了，我是张好吗？再一个，这个五盘八有狼面，我是咋像狼呢？我哪有狼面了？我都说了，这个五起身，我说你要炸身份就行。我说不像炸，我说不像是预言家，像炸身份的。我把这个七也点一点，如果五七不跳，我就。五七跳就站七的边，因为这个五当时咋说，这个五就是没有跟五没有发展，然后我都说出来后边有预言家跳就再听一听嘛，这都什么东西都盘出来了，然后这个十二这个发言这么炸，对，不能先说十二炸，就是十一发言不好，但我觉得像也没他自己说的那么不好，我觉得十一是个预言家，然后十二也炸，那就听十一的发言，那也得先出十二啊，是不是？七也不点狼坑，啥也点不出来。嗯，团长总会认我是铁好人了吧？我警上就直接超前的就点出来七十二两个，太牛逼了！因为我警上我就是听五号人家是上把匹配到的，他是不可能拿个预言家或者汉跳就给十二发那个身份的，特别像炸身份的。然后他炸完之后，校园直接认为五号人家对跳了，给十二发个金水，就特别像。硬劳队友的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警上我也没觉得，警下我也没觉得五号人家是狼啊。五号人家是狼的话，五号人家发言，我说他够打气了，不需要十一啊。十一说实话发言不如五，我说实话，十一的发言不如五。哪怕五号人家一上来发言有点像张云芬这样那的，但警下他只要一聊，五号人家发言感觉肯定比十一好啊。十一明显不太像，就是那种夜里安排起来跳的那种狼人牌，我自己听起来是这样子。然后七发言是比十一会发，但是七发的是悍跳发出来的言，这能懂吧？然后十二在那个位置去攻击了我，攻击了九，对吧？我很难理解十二还是好人能发出这样的言。
我现在可以去考虑十二是不是有可能好人打我好人故意让我站左边这种事儿，但是他给的理由是我只要警徽票投个持有就肯定是狼，那他就肯定是狼，这个理由肯定是不过关的呀。然后外置的牌的话，一号人家没觉得像狼，反正挺像好人的感觉。然后至于二号玩家跟三号玩家，我觉得三比二像好人多一点吧。三号玩家唯一我没有敢一定给出好人身份，是因为警上莫名其妙打了一手我，他说九号玩家这个位置要八九开狼是这么说的，井下变成了八九他不知道，他这个转变我也没太懂，就为什么他打八九是狼他理由也没说，就是三号玩家我没有敢铁保的原因。然后五号玩家我觉得没啥问题，四的话挺像狼的，四号玩家挺像狼的，因为四号玩家是要表水以及最好求预言家求一验的那种状态，他不可能给预言家安排警徽流啊，因为你投了这个匪票你肯定得就是态度比较那个什么一下，你的发言感觉像是金水牌在发言感觉一样，安排警徽流了已经开始。然后六的这个发言刚才又开始去站边，站边谁，站边七要投十一，我不知道他是真想站七还是假想站七，又没太分辨出来，但这个发言肯定不太像好人的发言吧，只能这么说。八的话这个我觉得还行，然后基本上都点完了，还有一个十，十井上发言我倒没觉得十号玩家井上发言一定是狼或者是啥的，听不出来吧，觉得井下听一听吧。啊，反正我没标，没给他。KS 那是狼 ，KS 这他妈跑不了。一号玩家，声情并茂，有声有色，好吧？一号玩家，偶像啊，一号玩家，好吧？这个十二号，觉得我像个好，我起身打这张七号玩家除了腿里了，土里了，好吧？十二号玩家，你觉得我十号玩家可能带身份底牌？我是这么认为的。十一号玩家你认谁，把张二给我开了。二号玩家很矛盾的一张牌，知道吧，他井上点个加十卡，一开始我觉得他是站边这张七的，说到最后峰回路转，知道吗，他又站边你了，所以说这个二号玩家很奇怪。那十二号玩家给我卖的视角是五九十一三张狼人牌，五九会不会有他的狼同伴把五九里面打入你十一的匪坑里面，这个十二玩家可能会经常做这种事情，好吧？我想一下，女巫牌不跳，好吧？但是我有身份底牌啊，十二玩家确实，那你十一号玩家就单留这张二就行了，好吧？十一号玩家，我给你留个警徽流，单留这张二，边角位开两狼。会不会边角位开出多张狼人牌，或者一六，我不想打这张一，好吧？这个六号玩家今天的发言很奇怪的，是吧？我听不懂。这个四大概率以为张狼了，四号玩家不吃宴，好吧？外置位女巫牌的话，你明天关注这张四号玩家，好吧？你毒人就直接把这个七闷了，好吧？这个四号玩家大概率是一张狼，你把这张二开了，二号玩家非常矛盾，我不知道，我也拿捏不准这个二号玩家。八九里面开不开狼嘛？我井上就敢站边的一张牌，我听感很好啊，十二号玩家，好吧，我不多说了，十一号玩家我就帮你留这个警徽流，好吧，你就单留这张二就行了，好吧，过了。嗯，留两天警徽流吧，防狼自爆吧，全票出这张十二号啊，第一警徽流打这张二啊，二对十。第二警徽流打张六啊，六对五，好吧。第一警徽流是验这张二号牌，第二警徽流验这张六，啊，全票出十二啊，十二是翻牌查杀，我就听十的安排吧，好吧，出十二，好。一七四六十二。那个还好吧，因为我一张平民出局，就因为这个板子本身狼人就吃亏嘛，因为玉女猎手四张小狼，狼人确实吃亏，我平民出局也不一定说就我们一定就赢不了嘛。
那个十号，我保你纯是确实像你说的，我听出你底牌有身份，你底牌没身份，你不可能在警上发那种言，而且你十号如果拿张狼人牌，不可能在警上这么工作，因为在我眼里面五和十一是双狼，十号你那个位置就做不成五和十一的同伴，而且你自己也知道你有底牌，你是个守卫，因为你说女巫不跳，那你只能是那个守卫和枪，你要是枪，你这轮就跳了呀。那个女巫我不知道是谁啊，因为我只能说就不要读十就好了啊，因为有人打过十是狼，但是我这个位置保了十，所以就不用去读十，让十号你就自己想办法，你因为你也肯定不会守到七嘛，你就自首就完了。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你们听发言，我不是明确说了五和十一，十一是给五补跳的吗？五号连警徽流都不留啊，五号连警徽流警上都不留，他怎么做预言家呀？所以十一那个位置给五号补跳了呀。五号这轮说他自己有身份，对吧？他承认自己有身份，但是他说他跳不跳不是这轮的事情。那他有身份为什么不跳啊？他作为一张警上炸身份的焦点位置，对吧？这东西，八号说我十二号聊的炸，我哪炸呀？就是你们在你们视野里面觉得我不应该保十。我为什么不能保？他底牌好人，他神牌我为什么不能保？他底牌是不是好人呢？那我打的狼是不是狼呀？那五九十一跑不了呀？那再加个三吧，因为现在票型拉出来了，一号是回头了，然后六号应该是好人，因为这轮我大概率会出局，因为这轮没有狼人，我觉得不太有狼会倒钩七了，所以一六就都是好人了。十一号发言，十一号发言你怎么挑他毛病了？他都不发言，他的发言说，哦，那我就听十的刘子一警徽流。那你说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我平民走的，然后那个女巫就不要去读十了，其他我就没什么，好吧，我过了。天黑，请闭眼。哎，没办法呀，他是守卫啊。主要他一个守卫，他帮忙留警徽流就很有意思。二号女巫不是二号，没说二号女巫呀。这盘看女巫，我不知道女巫是谁，就看女巫毒谁了。我不用点刀啊，我点刀干嘛？我谢谢请许诺的抖音一号，谢谢，感谢感谢感谢请许诺的抖音一号，谢谢请许诺。请许诺加没加群啊？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群，我好像看那个群里面四群里面好像没有你。天亮了。哎，这盘其实我是什么？我的问题就应该装傻。我就应该装傻，我就说十号呀什么那这那的。十一号死了是什么意思？给二了，十一号死了，我不知道是被毒还是什么呀？谢谢五 A。今天都起不来。赢者的哦，还能留着这张七号在井上跟你胡说八道呢？这七号还能不吃毒的？啊，我真的服了，那就出七呀，出七，然后四六顺着抬。一号玩家，你怎么能把票点到这十一脑门上啊？你把票点到十一脑门上，你井上就得盘。我三号这个狼玩的确实有煽动能力。因为十二是接茬杀的，是好，而且十二是七的金水，你一是张好人，你给我盘四张狼在哪儿呢？我井下听你发言还是好人，你把票点给这个十一。因为出这个十一的就是一四六七十十字手吧，然后啊十二是个狼，七是个狼，十一被毒了，脚位开出来多狼一，因为一和六全部出的是十一，你们认七号是张预言家牌，脚位就不开匪了，是不是？对，
虽然脚位不开肥有可能，但是概率很小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逻辑？你一溜全部挂票这张十一，你一溜是不是要开肥？那就哪怕七，我就这么说吧，七号玩家是预言家，你一溜也开狼，更何况这七号这十一倒牌了，十一是不是预言家？那上匪票的就开始顺着出呗。我给你解释一下，九号玩家井上为什么盘你八九有问题，像就是要开狼，因为你八井上发言，九井上的发言我听不大出来，我就感觉有点像望风，所以我就觉得你八九要开狼。十一是预言家，十二是狼，七是狼，一四六，我觉得是不是狼裸冲了，完了加一张站错边的好人啊？那十二的表水怎么能不出局呢？我过了吧。而且十号是张好人，十号跳一张神牌，五号跳一张神牌。我不是女巫，我要是女巫，这七号绝对起不来，我就一瓶大可乐，我就把他闷死，我毒死你七。你现在还能让你再胡说八道一轮，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要出你。你四六接着掰，你四六接着掰。我六号狼同伴，我得跳个身份。我给你掰啥呀，张玩家？七十二为两张匪了呀，十一倒牌了呀，我强牌呀，你看不动我呀，好吧？九号玩家昨天那个位置告诉我四的发言像狼，四在那个位置的发言给十一去。怎么是四跳啊？不是啊，十一号玩家那个位置。四号怎么跳枪？完了！我觉得。完了枪牌啊，我觉得留着 JY 比留着这个十一好啊。六号跳着让六号跳，四别跳呀，换了。这真是我的想法。讲道理，我在那个位置我都已经听出 JY 底牌为狼人，但是十一号玩家底牌是个预言家牌，但是他在那个位置的发言不努力啊，那我何乐而不为留着 JY 的这个位置给我们聊天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枪牌啊，我过来。不会这么巧，五号也跳枪吧？三号牌是这样子的，跟你盘一下。首先咱先从六号玩家聊起，六号玩家井上的发言是说什么？我求验。那求验是一张什么牌？就是没有，不是不挂身份的牌，就不可能作为女巫，对吗？他只能是平民和狼。那当他听到十一真的要验他的时候，那他就冲啊。所以就是四六七十二，一号这张牌呢，一号这张牌是有可能作为女巫的。一号这张牌我盘的可能是一张女巫牌，井下没有象征女巫。如果十一是吃毒的，只能是一号玩家干的，麦追不可能去毒到这个十一号呗。因为这个六号玩家他那种发言求验的，他就不可能拿得起一张女巫牌。这个七号玩家昨天都聊爆了，你们没有听见吗？其实说十二是反向金。什么反向金啊，他不是你妥妥第一天金水吗？你能跟我聊出反向金这三个字，这七号玩家还不爆炸一号玩家，我真的要对你转黑了。我好不容易转路了，你非要让我成小黑子黑粉是吧？一号玩家，你看我这五号的一定是狼，还有可能。那在这个视野里面他凭什么保一啊？说十号玩家自首，女狼刀到十了，然后女巫把十一毒了，要么就是十去守了十一，然后十一吃毒了。吃刀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吧，吃刀的话就是十自首了，女巫没撒毒，狼刀十一啊。那听十号说吧，反正你找不找枪，我这个位置我井上炸身份，我昨天说了我今天肯定要拍身份的，你就算找到我和不找到我，
狼人也知道，所以我就跳出来了。因为狼人明我肯定是个枪嘛，而且你跳枪也没有意义，四号玩家就你们狼刀不够了，就是你四六七你们三张今天出一个，明天后天再推一个，你们就是怎么都不够了的，所以今天抬七吧。你如果要是没毒十一就把这个六毒了，不信的我的话明天就验枪。没有这么简单。哎呀，那四五跳枪那验枪啊，对不对嘛？验枪啊。嗯，五号玩家怎么能聊出来今天初七女巫毒六，嗯，然后再分枪呢？那四号玩家已经跳枪了，那今天就分这个枪呀，是不是？嗯，其他没啥想聊的，嗯。五号牌是个狼吧？啊？说四吧，啊，把四出了，啊，那不是一四七十二吗？不抬这个十一，我不挂这个十一，那一号玩家不是井上井下站边十一吗？一号玩家把票举在十一头上，那倒钩狼怎么找出来吗？你没有我六号玩家倒钩狼怎么找出来吗？嗯，那过了，那四五出四吧，啊，一四七十二吧，过了。冯小彤混的大哥被查杀，他不投对，我操，真的假的？来查杀三号牌狼人，三查杀三号牌狼人，就十一号牌应该是吃毒了一张牌吧？这一应该是个女巫牌，我觉得应该是三四，这八九里面这个九号牌，我觉得就歪哥点的狼坑，就点错一张五号牌。我觉得这五号牌是个枪牌啊，就五号牌跟那个十一一定是不共边的。四号牌我觉得应该是张倒钩狼，就第一天上票给我，然后去盘十一是个玉，他听出来十二是个狼，他聊了一个什么，他聊这个十二号牌，什么十一号牌不努力了，然后他想听歪哥就聊天，就我觉得应该是三四九十一，好吧？就虽然我没听懂歪哥为什么点这个九。但我相信歪哥，好吧？为什么我觉得这五号牌是个枪牌？就井上那个点，唯一一个跟歪哥啊，有点不大认同的一个点嘛。就五号牌跟这个十一，因为这个十一是我的开黑小伙伴啊。他十一他这个发言，他说他不自信，他觉得他发言漏洞百出，那他就不会给这个五号牌去补跳，知道吧？这是我这么认为的。哦。这五号牌今天攻击我一个点，他说我聊爆了，说什么反向金。啊，我说实话，聊这个点就挨打要立正，对吧？就这一个点，你们聊出来，你们认为我聊爆了，那我也没办法，好吧？我可能是口误，有可能是干嘛的。但是你觉得这一点是我聊爆了，那我聊爆的点，你应该有个理由吧？我聊爆了，我突出的是什么？我突出来的是十二号牌是个好人牌吗？我卖视角卖给你，十二是个反向金，十二是个好人牌，对吗？这我对话你五，那我是张狼人牌，我聊爆了这一个点，我爆点突出来的是什么？我认为这个四是个狼，今天一定是验枪的轮次，好吧？就初四初五都行啊，但是我又怕这个四号牌是真是枪，因为他一直站边我的，对吧？他人家可能高配啊，就心里面就想着，我找对冤家了，对吧？那我今天我还归这个四号牌。那歪哥说这个五是个狼，我非要跟歪哥就反着来，对吧？我说这个五是个枪牌，那等会儿搞错了，那四号牌一急眼给我带了，或者说是干嘛干嘛的，就你们四五看着归吧，好吧？就我单票挂这个三，好吧？因为这个三也是个狼人牌。那二号牌，哎，我也不说这二号牌就好人牌吧，就二九开置换，好吧？这八我也不想管了。我知道了，我真的不想管这个八了。我知道了，牌你们能回头就回头。就黑哥还是有点水平的，能听出来我是个冤家牌。其他我没了，好吧，过了。我知道女巫是谁了，我知道女巫是谁了。哎呦，我不能站你边吗？那反向金水跟反向金，你卖出的不是你不是卖出来的视角，
你是致命的口误，那不是炸吗？我没听着，我听着对吧？那是你验出来的金水，你验的预言家验谁就是谁，不会提出反向金这种口误。哎呦，是狼人四处发记不住啥的。我知道谁是你误了，就这样了。出这个四应该没有问题，这个东西不要好人不要把票就是出乱了。这三听感也不像是让狼人的，就是你们歪哥歪哥的，歪哥不拿狼啊，就一都是平民呗。歪哥盘的逻辑我听不进去，可能跟你们配置不一样是不是？就听这个十一这个能听进去就得了。十一咋能倒呢？就是把十一倒了，就是女巫第一天不报验人，第二天也第一天不报饮水啥的，第二天也不报吗？十一女巫肯定不是一就是六，一不像六是女巫。我感觉十一就能吃得了刀，初四。如果昨天砍的是十的话，十字手万言翻译，读的实话实说，其实我昨天有一点点想去投十一的，但是后来想想，十二锤我是个死狼牌，铁狼牌，我去帮他出。出了四砍十，还是出了十？再砍六。你这规范发言，你这狼我让你赢了，我今天别说这一晚上，我得这一周我都睡不着。就是我当时有点想出你的想法，但后来想想，反正都这么打我是个狼，我帮他投票也很傻，里外里都落不着个好。然后我也不想弃票，弃票也显得，对吧？那个不太好，所以投了。后来看见哦，票型好像我帮他投，他也出不去，谁也出不去，那就还好，就没有左右什么大局。然后今天现在局面是七号牙里三发了一个叉叉，我其实不是特别满意。你应该验二呀，你是人家不是肯定验二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也没有人跳女巫啊，没有人跳女巫说十一是吃毒的，那肯定认为是十一是吃刀，哎，完了，对，十一是吃刀的都可能性大一点吧，是这样吧？除非等会儿一号牙说他是女巫，谁也饮水，然后他是站那个七跟十二的边，然后把十一毒了，那得另说啊。现在没有的话，是不是只能认为十一是吃刀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怎么说？所以小黑不来个打猪跳一下子，验枪，要不然就是投七，怎么着？感觉是投不到三的等级吧？讲道理是这样。然后至于是那个先投四，因为四是站七的边的嘛。四战期的边，三号人家也认为四号人家什么有可能开不出枪五根枪，但是可以投四的，是可以投四的。然后至于要不要什么后跳先出这种狼人杀的这种东西，那就看大家，我觉得无所谓。主要如果女巫有毒，我觉得就可以投五；但如果女巫没毒的话，就投不了五。这个能懂吧？轮次大家能搞得清楚吧？因为女巫有毒的话，可以是可以追轮次的。那个猎人开枪带一个狼，女巫那个投一个狼，那个毒一个狼，场上有守卫，有那个还有女巫，我们轮次100%领先。那可以，如果没有牛是有那个毒已经撒掉的话，就我觉得就不能，就得找思路里面疑似的那个狼人牌去投，而不是后跳先出。对，我先把这个事儿给讲清楚。啊，九号玩家，九号玩家，小黑哥是吧？我上轮还给你说我的偶像呢，小黑哥，那你怎么把我的盖世预言家牌给毒了呢？啊，你应该是读了他吧，因为我看了一个票型啊，一四六七十二，这是狼裸冲吗？这个上岸家我都已经从第一天我都给他标了一张匪牌了，给我跳枪。你们狼人牌昨晚上刀谁你们自己知道，一号家就是狼刀，我是一张守卫牌，那你把这个十一读了是不是嘛？小黑哥，这个七一定是狼啊，消防家不跟点，第一天告诉我认这张二，他去守了十一啊。啊，这个三一张狼了，他去守了十一被毒了，三八九十一嘛，四张狼牌裸裸在这里。消防家是狼嘛，四六七十二，你四张礼物牌，边角位开出三张狼人牌，六七十二三张狼人牌，我是一张神牌，五十一开两张神牌，对神再开一张狼人牌，这个消防家是一张狼人牌。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十一是一张预言家牌？本来那两轮我不是怎么想去盘的，因为十一号人家发言很弱，你知道吗？十一号人家但凡是一张狼人牌，他井下的狼队友首先不会让这个十一跳，第二，十一号人家、七号人家给十二号人家发金水，
十一号玩家但凡不是一张真预言家牌，十二号玩家在井下的一张牌边角位一张牌可能会拿出一张神谕牌，坏了，队友可能找不着，所以说十一号玩家在这边还敢给十二发一个查杀牌，这个十一号玩家钢铁预言家牌、你这个小黑呀、我就服了你啊，你是不是把这个十一读了？今天出七啊，一张张台嘛，对不对？出哎不对，今天出这张四号玩家，先出四，再台七，再台六，好吧，游戏结束。总归场上还有三张神牌嘛，你一号玩家一张女巫牌，你第一天也不报饮水，我都把你标成一张偶像牌了，我都没有标 JY 偶像，你知道吗？一号玩家，我给你标偶像，你竟然把我心目中的预言家牌给读了。我很伤心，好不好？伤心。今天抬个四嘛，好吧？啊，你一张女巫牌，你站错边了，你回头可以吧？出四，再出七，好吧？小黑是我狼同伴呀，他们为什么要？我是订票，他们为什么都觉得小黑是好人啊？四一定是狼，小黑是我狼同伴。狼这帮人，我操，这盘赢了呀！小黑无敌啊，在场上。哎呀，你们都盯着我，不是？我问你们，这个游戏是不是盘逻辑是要站边十一的？井下两轮我投票给十一嘛，不就够了吗？还要我做什么？不是，你们是不是也说十一号玩家发言很差？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盘了逻辑，找到他是预言家，他自己开始摆烂，你们接受，我不接受呀？啊，是吧？啊，是这道理吧？咱们就是重拳出击呀！如果说你玩这个游戏是靠其他好人帮你获胜的话，你预言家什么事都没干呀？我当然是不接受这种玩法了，我重拳出击啊，你死一万次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再出七嘛，人家七号玩家和风细雨的，人家如沐春风的，人家对我一顿就是说小安味儿、小李姐儿，那我肯定是一顿什么的小回馈儿，我帮他出一下十一，而且大家不是都是要出十二吗？我这一波做得很好，你们不懂，我人在屋檐下，我这边就是说。归下七吧，别的没什么了，好吧，可以吧？那小黑不是无敌吗？那小黑这盘就站起来打了，所有人都出不到小黑。怎么说？那今天就一定不是四五的龙次，知道吗？枪里面我一定信五号玩家底牌为杆枪，这个四号玩家底牌为张狼。但是四今天跳枪的意义在哪呀？他不是一定知道十一是被毒的吗？那今天出完这个七，他可以再去变，凭什么去跳枪？这是我犹豫的一个点，知道吗？四底牌为狼是一定开视角告诉我，这张十一号玩家是一定被毒的，被毒的他这位置凭什么去跳枪？这是我一个特别纳闷的，我不知道我为啥老喜欢盘反逻辑啊，我不知道为啥。那我没了，那今天下这个棋，讲道理打快点就出张四，是吗？张四玩家底牌未敢枪牌，那我们就一定输，因为你是自首的，且一一定是没有毒的，是吗？我听一号玩家这个发言是一定毒这张十一的，是吧？那输赢不一定今天告诉你要出四五里面出是一定要打快，打快了50%的几率呗，是吧？那今天何不把张七号玩家出了，明天我们再去盘这个枪牌了。我姓武是个枪呀，我死了警徽飞舞，我没了。你死不了二号，二号你死不了。今天出七，他们自然会去砍守卫或者女巫，砍一推六，再我都不敢想这盘。哇，这盘我们狼队赢的也太轻松了吧！四号也出七，怎么说？四号也出的七，哎呀，没办法，装不下去了，因为四号也出的七，所以七只能是预言家了，我装不下去了。你都已经想到这一个点了，就你也听出来，你也能知道这十一号牌一定是吃毒的。那四号牌他跳枪的目的在哪儿？他是跟着我的团队，他是出了这张十一的呀。我是好人，我能是狼吗？疯了吧你们！那枪的不就拉崩狼团队吗？你看这个道理，你看他为什么跳枪呢？
他隐隐隐不好吗？全都投的七，他抿出来谁是枪牌不就完了吗？那如果说我是一张狼人牌，七号一个人投的三，方视角去盘，我是个狼人牌，那他四号牌底牌作为一张狼人牌，他在那位置，他能不能抿到一张女巫牌？五号牌是明确跳神的，我也相信这五号牌是个枪牌。就四五两张牌，那不用多说，五号牌警上第一个，他有炸身份这个前提做铺垫。那他底牌大概率是拿个神牌，那他底牌不是张乌牌，他现在拍一张枪牌，那就是张铁枪。四号牌在五号牌面前，他为什么要跳枪啊？那万一五号牌真等会儿就真跳个枪呢？他四号牌能不知道吗？就这一个点你都考虑到了，你还得归这个七号牌，你为什么不去出这个四呢？哈哈哈，因为小黑是最后一狼啊，他要出的七啊。二号牌跟着我出票，那不会是张倒钩狼吧？三四六十一，因为这种情况下，就狼人牌都应该不会去勾的呀，都会去冲的呀。你这六号牌你怎么能跟我走呢？我不是说你跟我走干嘛干嘛的啊，我现在我也去盘反逻辑了，就你六号牌你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跟我走。你是晚上出票你都跟我，然后白天发言就锤我，你是这种发言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这六号牌也有匪面的，不是说你站我边我就得包你是个好人牌。我能听出来的好人牌井上就这个五号牌是张好人牌，这十号牌是十二号牌包的，也有可能六号牌作为一张好人牌，那八九里面开一张置换。哎，这预言家牌怎么这么难玩呢？就十一这个发言出来，我就努力了几轮了，就连这十一就真的一丁点干不过。你们要记住啊，你们作为一张好人牌，你们只要先入为主了，就你们把我想象成一张狼人牌之后，我怎么样发言怎么努力都是张狼人牌。你只有努力的去思考一下，这七号牌作为一张预言家牌，他发出来这个言有没有问题，会不会炸，这样你才能去盘得清楚这局游戏的状况。你一旦盘了我底牌是张狼，你不想盘我这个预了，那这局游戏那基本上就没了，好吧？那十号牌自首，狼刀肯定今天晚上落这张十。哎呀，算了，没什么多聊的了，好吧？狼坑也给你们点出来了，三发言确实。哎，大家点点关注吧，我不知道这盘。请闭眼。不是，这盘我就说白了，你玩网杀你就没有办法，就是保人，你知道吗？你说我保十十底牌确实是个守卫，我但是在他眼里面，他就觉得我应该打他是狼，他才能认我好人，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这样，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说的东西他们不懂，他们听不懂。这四号不是，哎，你像四号跳枪，五号就真的认为四号狼，那四号狼他狼同伴是谁？他没找到。但没办法呀，我肯定好好玩，我肯定尽力，结果还有好人说我聊炸了，你说这没办法，没啥办法。有咱们直播间就说有没有观众就认为七号是好人的，我就想看有没有人站对边认为七号是预言家的，能不能打个一？天我看亮了，咱们直播间有多少高配？一石双死，我的个乖乖！一石双死，女巫用药了。十号是守卫，一号是狼巫，对不对？外置位开女巫，对不对？那今天就四五验枪嘛，我肯定会挂这张四号牌，因为四号玩家永远是跟这张七号牌的，五号玩家是站边这个十一的，所以四五的话我会出四号牌，而且我接查杀了，我是张平民牌。我跟你讲了，我要是女巫这张七号玩家起不来，我必毒他。我因为我铁站边这张十一号玩家，七号玩家说我还要吃验，说我要吃验，那不就是开视角知道我底牌是张好人牌吗？说实话是不是有点开视角？因为我井上已经打了这个
打了这张七，站边这张十一号玩家了，而且你二号去打十，我听出来这十号是好人了，你二号去打十，我才让这张十一号玩家去验你这张二号牌的，你吃验？你像四号玩家上警徽都把票上给这个七，四号吃验吗？六号吃验吗？都这四和六都是不吃验的牌，完了以后他还去出这张十一号牌，不四六七十二吧？如果就是狼裸冲的话，就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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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是狼，那六是好人呢？那六是好人啊？一和十是双死，那女巫肯定读了这张一，不没有理由去读这个十，对不对？那十一不就吃刀的预言家牌吗？二不就真金水吗？外置位开个巫牌，那、哎、可以验枪了，对吧？反正也不是我轮次，我平民，他给我发查杀，我就没有站错边，我是站边这张十一号玩家的。我过了，我出你四，我心五是个猎人，我过了。反正你四号真的，假如我是说，假如你四号底牌为猎人，这五号是井上炸身份的一张狼，你也带不到我，你得带跟你悍跳枪的，对吗？我过了。嗯，那没事啊，啊对不对？我能给你去挣这个视角啊，讲道理啊，我在这个位置跳出来了过后，狼人牌在这个位置也是最后一天才能倒我这个死。那何乐不那直接满足我带一张狼呗，对不对？我想想啊，十一是吃刀的，不是讲道理。一号玩家昨天那个发言，我以为十一是吃毒的，然后狼去刀了这个十，你知道吧？那今天有双死，那十一是吃刀的，七底牌做狼，五底牌做狼，十二做狼，五七十二三个，啊、只有一五七十二的呀，对不对？对。哎，没有关系啊，狼队在这个位置找不到那张女巫牌的呀。啊？我把这个牌不是我的吗？啊，不就结束了吗？我过了，好吗？七十二，四号玩家，我跟十二共边，我井上给他查杀，是这样吗？然后七这个位置给十二一张金水，狼是这样打格式，就是我昨天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初七，今天分枪，对吗？这个一他我盘的是个女巫，那他不是女巫，他就是个匪呀、啊。就是井上，你们是怎么出的这个十二？你们是怎么不认可十二的逻辑的？不就是因为他盘五十一，十一给我补跳，你们不认吗？对不对？那你们都觉得五十一不可能共编了，那你告诉我你们分不出枪？七这个位置昨天说想盘我是七。黑夜已经来临。游戏结束了吧？天黑，请闭眼。啊，还有狼！哟。就剩一个狼了，天亮了。怎么说？哇，留着六扛推呀、啊，龟龟。怎么说？三八九里边出一个倒钩狼。KS 先发言。是三号玩家、八号玩家能找一个呗？我底牌是一张平民啊。然后我也不太希望，好精彩，好刺激！谁是那个倒钩狼？投对票，井下点了三个狼，我都点了吧？四号玩家、七号玩家、十二玩家全都点了。井上就把七十二两个狼给抓出来了。我不像等会儿说出来，井上应该是十二。紧张紧张啊！上个厕所卖掉这种逻辑啊。然后三跟八里面，我想一想吧，想一想。我其实对昨天三号玩家
持表水态度的发言是有些质疑的，啊，有些质疑的。然后七号玩家是百分百的出局的一张，基本跟死亡牌差不太多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给你三发个查杀，我觉得也有道理去怀疑一下七号玩家是不是给你去做身份。当然你发言是比较靠后的，我其实没有再听到你们这一轮三发。其实我昨天是觉得，我昨天如果要发言的话，我就是肯定会让狼人去选择自爆交牌，因为我不太懂。当时我觉得是一七十二三个狼已经没了，四五年是最后一个，大概就是那个四，我都不懂狼在那边干嘛。结果四号家自爆预约交牌，结果还能进入黑夜，所以场上一定还有一个藏的比较深的嘛。要去找的话，反正只能在三八里面找。然后八号家我是一直没听出来八号家哪里有什么，就是我能打的点啊。我说实话，八号玩家我是一直从顶上五七对跳那个位置开始，五号家杀身份，七号家发十二级查杀。那八号家我听了几轮了，我没找到八号家发言哪里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八号家是那个刀钩狼的话，那八号家就很牛逼，好吧，我只能说很牛逼。反正我现在能找到三号家的发言的毛病，昨天点过一轮，然后三号家还给我解释了一下，解释的原因是八九发言大概是没记住什么这样那的，总觉得那边有问题，就是三的解释。我说实话不是特别满意。所以我今天可能是定点输出一下三号玩家，可能哦，哎，但这个东西我第一个发言，要让二号玩家选择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也不太能。好，五号玩家在后面一点都行吧，随便，反正你自己你是金水啊，你是吃了刀的预言家给的金水，你是能听到三号玩家发言的，你可以去定三八里面去投哪一个，反正你说投哪个就投哪个。然后我给的是我自己的建议，以及他之前发言有什么问题。以及七给三发查杀这个动机的，七给三查杀会不会做身份？你可以去定下三号家的身份，然后你三八里面归一个。对哦，七号给三发过查杀。那个狼，哎，我都没藏啊，我的发言我也没像你们那么努力啊，我连加斯卡都没点，这个四字爆了，你盘一盘四字爆，为啥这六刀牌了？刀一刀别人无一无六啊，得有这个思考量啊。那就有一个藏得很深，就是我觉得三九发言就是都，我不是说比我好像比我好的，因为他们比我认真呢，点张加尔卡叠着嘟噜聊一大堆，我就很简单的站边十一，没像你们盘那么多，十一发言好了坏了我都站边十一，十二盘那个不对啊。那你说那个七在保护这个三，给这个三发了一张查杀牌是也有可能，但那十二第一轮盘狼坑还盘五九十一了呢，那我只能认这个十二，二是一张好，五是一张好，那三我觉得发言也挺好的。我听狼，要是要真要分狼，我觉得你九比三像，但是我们那票也不当事儿啊，我出四你们也不出，出七整不好你们觉得我还不好呢，所以说我一直就是这个发言，你们可以觉得我装藏也好，但我你不是狼我咋表水啊。他俩的发言我是觉得这个九比这个三像。怎么说小 AK 要被逮了，怎么说九号玩家，我昨天话没说完，这个四字爆了，那现在谁是预言家呢？这个四是从头到尾站边棋，我跳枪的那一刻他去出的棋。九号玩家不好的点是正常好人昨天都会出七，他要在枪里面归，而且你分不清，我觉得有点扯，你分不清。想一下，刀六就是奔着女巫去的嘛，他们肯定是盘这个六是个女巫，因为一六里面肯定是要开女巫的嘛，一没跳刀六，那场上可能就我一张神牌了，今天最后一推还得推对。十二在我这，七十二在我这是两张狼牌是没有跑的，四是个冲。出 KS 我明了，想一下，不多说，明明忙知道我是枪，他这个手为什么要跳呢？收益在哪里呢？三号玩家，哎呀，真难盘呢。这要出到三就 crazy 了。我想一下，这平常能出到三呀？十一得是个原价，你要盘鬼故事，要是盘到三就说明五，他得二这个。金水盘的二都不能放，我怎么看你们说白了，这是我都不是盘到三，是因为三号勾的太死了，想一下撇不占七，七三跟七的关系。七号玩家之前有两句话特别奇怪，二号玩家从头到尾去站边这个十一号玩家，七在第二天的时候没有去把二三号没有把三号玩家打死，
他说要验一手三，我就觉得挺奇怪，因为三一点不盘七是冤家的逻辑，坏了，他还要去验三，坏了，然后给三一个查杀，坏了，三七应该不能共面，七我盘是个狼，那三先放一下。二号玩家吓我一跳，我以为他盘出来了，一直是模糊站边的，拿了警徽之后才站十一的，那二先放了。八号玩家是从头到尾划水，四五这两张牌跳枪，他是单票挂了四的，那天是归七的。哦，我会出九，我想出九，因为九号玩家完了呀 ，KS 被抓了。去盘四号玩家什么跳不跳枪？我觉得 KS 怎么回事啊？这都被抓了。找借口，肯定这个位置正常，肯定是认我是枪初期的，所以我觉得九号吧，我可能非得勾，我可能，那你们还是被人抓了，你们自己去盘，你还不如一刀把五砍了，他开枪带一个呢，真够逗的 ，KS， 我都服了。好是狼人，我真的不懂了，就女巫你有啥好藏身份的？到现在饮水我都不知道是谁，我警上第一天我就说。八和九 ，KS 就不能跳个要砍女巫吗？但是非得把女巫砍了。不知道八和九谁是那张狼。井下我还聊过这八九，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听完八九的发言，我听感就告诉我八九一定开狼，因为当时十一号还没有跳，五号你是炸身份给十二甩个杀，七号给十二甩个金的时候，八号和九号井上的发言，我为什么打八九开狼呢？因为八和九号井上的发言是模棱两可的，我感觉就是在望风，你懂吗？我感觉八九的发言就在望风，但是你我打不我听不出来里面谁是那张狼人牌，但是我能听出来七号玩家底牌是个悍跳呀，十一底牌就不管他只要不认狼，我就站边这个十一呀。那七号还给我三号玩家甩一张杀牌，二号一定是好人，因为七号给我三甩查杀了，七号就是狼，十一就是预言家，十一且吃刀了，给二号拿警徽，这不二号铁好人吗？不像你五号盘的那样，二号放了他不用放，他就是个金水。你八九谁是那个狼？你二号归票吧，我真的分不清。你让我盘，我一盘又得盘那些玄学，什么叫玄学？一七两个狼，脚位两个狼，我这个刀法我是真没看懂，能刀到这张六号牌，我是狼我必刀五，这六号妥妥的扛推位，还用刀六吗？刀了五必带这张六号牌，还能刀到这个六的，这六还能吃刀的。你五号要出九吗？其实八和九的发言你对比来说一定是九号优于这个八的，但是九号今天的发言是什么呢？他眼里视角缺失了这个八，他眼里进了我三号牌，他说我可能会出这个三，这是九的发言。八号玩家呢？八号玩家在你视角里，哎呀，九打你三，你把他踩出去完了。不好盘，你二号归票了。反正我底牌好着，我是个平民，七号给我甩查杀那条，而且你听我井上的发言，我急死。而且你听我井上的那个发言，我跟谁都不认识的，我打了八九里要开狼，我说十一你去验二号玩家，对不对？我跟谁都不认识的，你让我出的话，我可能会出九号牌，就像五号牌，四五的枪牌很难分吗？我认为很好分。我一定要去盘，我告诉你，三有一个点是说的一定是正的，你知道吗？三底牌为匪，这个位置是一定刀这个五，这个五有可能去带这个六的。你盘四自爆那一刻起，这个六号玩家没人，全场没人跳女巫嘛，是吧？你五发言的是一发言到一半，这个六去自爆的，哦，这个四玩家去自爆的，那六为女巫。那在这个位置刀口是不是有可能开在二八九里面？至少不是这个三，是吗？那凭什么六号玩家这个位置要挨一刀呀？是吗？那这个位置不就有可能是八九里面有一张饮水牌，或者我让二号玩家为张饮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三今天盘那个节点是一定正的，最后一狼不就一定开在八九里面吗？那我认为啊，首先我认为
这局游戏最后一狼，最后一狼，八九里面，雪龙吧，你看上面八勾的也不太深吧，是吧？八是个狼，他在干什么？他勾的一定不深，是吧？最后一狼只能开在九，就我现在在上班，我其他没了，开九吧，过了三宝了吧，出九过了。这就是天狼路人的含金量吗？京城大师 KS 倒钩狼就被抓了，我的天，我这跟 KS 这狼队就被天狼路人吊打，啥意思啊？什么意思？我跟 KS 这双狼组合天狼路人打不过，什么意思？啊！游戏结束，好人获胜。就被抓在台面上，服了呀！四七九十二。我这个三把我是真没看。四七九十二，赶紧溜，好吧，赶紧退出房间，根本就没有脸在里面再待着。怎么说？被天狼路人吊打，四七九十二四狼，六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三号不是啊，三号不是狼啊，怎么说？天狼路人超越京城大师赛平均水平，刀五也不一定赢，不是，是这样，你不能，你不能把这个刀口寄托在刀一个猎人，让猎人犯错上面。你肯定希望把握住这个机会，让自己成为那个，你知道吧？你肯定要，你肯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让别人犯错，就是靠自己的发言赢。就所以刀女巫没问题的，准备准备 ，go go go。我还得再买把狼。我不服输，生气。四确实不应该跳枪，但是四也藏不住，他冲了。请看牌。哇，女巫！哎，谢谢坚果小王子的环球旅行车。天黑，请闭。